小时候的喜欢懵懵懂懂，多半是直觉。小时候特别的爱臭美，偷妈妈的化妆品，然后涂涂睫毛膏啊，涂涂口红啊，总会在电视上看到嘛，广告那个Olay的姐姐皮肤都好好啊，像鸡蛋清一样的感觉，白白透透的。跟我妈妈去逛百货商场啊，然后就看到了在专柜面前，然后我就说妈妈能不能买一套啊，就特别的想要一套。其实当时对我来说真的是挺贵的，后来求了好久，然后她给我买了一套。我记得是黑盖白瓶，然后有一点金边那样，像女人的侧面的轮廓那样子的，好像徽章一样的感觉，就特别想把它抠下来然后贴在哪里。实现梦想是件挺不容易的事儿，为了梦想，告诉自己，坚持，再坚持一下。当初就是放弃学业出国，又兴奋又纠结的那种的。去了以后，觉得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最擅长的东西成为了我最大的负担。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从前一天的10点一直练到第二天的凌晨4-5点才回去，中间没有干别的，就一直是光跳舞。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时候，要相信时光早已为我们备下最好的礼物。哇，心情好激动哦，感觉。对，我当时看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，超级美的。这个现在肯定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是买不到的，对不对？闻到这个味道，我感觉现在穿梭到了我可能10几岁的时候。时光是给我们的礼物吧，只要你愿意付出，愿意去努力，肯定会成为一个更美更好的自己，明天肯定比现在更好。